总在准备了啊，大师班没有掉挑战，我有掉过机顶的大师班，没有掉过这个大师班，然后机顶的大师班底啊，底下是地下的贵族，这个是桥墩，我现在可以回头看一下什么叫桥墩。那今天所用的杆子，今天用我们自己做的鲁滨图南的杆来试试看，不晓得运气会怎么样，但是效果应该会不错，试试看吧。因为没有人用，大家都用这种美式又粗又重的，美国人用美国人的 size， 亚洲人用亚洲人的 size， 亚洲人的 size 是很硬的。刹车肯定是锁死的，而且这个聚碱器的状态非常好，可以看到线头非常的少，因为不需要线头，线头少聚起来比较有力量，然后都用这个低齿比的这个齿轮在用，我底下看看穿。好嘞，好样的。为什么不会出现？那这不会出现。Thank you.